股票市场在回哦，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它股票还是这样涨？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说，搞不好如果可以把它放上外资，放外资哦，这个就无话可说。你看，发觉我这边统计了一下，连买了33个交易。技术陷阱它会拉成这样，除非它要出货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样如果可以的话，下面放三大板偷偷买了一个月。其实它这边不就是一个大颈线的位置？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底部，是不是很容易被跌破？我认为机会不大。那如果要以下个星期，他应该要公布他第一季的一个财报，还有就是他4月营收。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会让市场惊艳。请锁定富裕向前冲，一起来当大富翁。